的话，你的政治新闻，包括主席新闻，起码跟他报告一下。每一年的总统大选啊，只要彰化赢，中台湾就会赢；中台湾赢，台湾就会赢。我们这次彰化就会赢。阿贝，你能进总统府好不好？好。彰化会不会赢？会。看我们整个将进总统。好。旗台非常感动啊。中华今天是第三场办这个大型的这造势啊，第一场在溪湖对不对？对。第二场在园林，今天呢，彰化市同济人最高人气势最强，旗台从九月份开始帮柯文哲主席亮火开起来，接下来来讲，那差不多十月底季节滴滴起来，滴滴起来。那最强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就是大人一场，12月16号